我们开放call in吼，第一位是高雄的肖先生，肖先生，肖先生。主持人，各位来宾，大家平安。嘿，你好。首先，咱来讲王建先。嗯。我讲王建先是一个极度虚伪的人啊。嗯。穿迄个衬衫接近迄个牧师的衬衫啦吼，啊，人个叫圣人，伊嘛感觉啊沾沾自喜啊吼。嗯。其实，伊我感觉足假的啦吼。嗯。啊，伊阵啊，就是讲伊要打老虎，吼。嗯。啊！结局伊拍几只，结局伊干咧讲伊先办绿的后办蓝的。嗯。啊！自己干都是讲要干人生囝要哪生？啊！贪官污吏足济，无要去办。嗯。哦，像迄个台电，迄、那个陈桂明下台就算了吗？嗯。啊！五六档是咧办啥物？嗯。过来讲刘玉如，做马英九最爱用刘玉如，大概。民进党较早作为财政部长，人也要小心，唔通阁变迄个旧个国门，阁起来阁变造文书，阁来甲恁害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煞无品格的人，道德煞歹的人，竟然马英九会爱用伊，是毋是同类相斥？嗯，多谢。是肖先生，多谢。太平的台中太平的邱先生，邱先生，邱先生你好。哎、欸，凤仪你好。嗨，你好。人呐、哦、吼，63岁的人吼、哦嗯、都会老，你看你4年前你头发有多白，有多了。啊，那些人哈、嗯，都说什么法变少，皱纹变多，那是人正常的。嗯、如果讲这些人的这些话的人哈，就等于说拍马屁过头了。嗯，他叫王胜了，我说剩下的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中油台电的必要一直都不办。嗯，对，马英九那个台北市银行的都不办。嗯，还有那个健保会几百亿都不办。嗯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脸讲这些话，真的很。不要脸到家了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还有这个，他为什么要捧这个马英九？他是为了他的监察院的院长的职务了，嗯，对不对？说台湾人不要再被骗了啦，真的是恶心到鸡皮疙瘩掉满地啊，嗯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你说这个马英九，你看看，油啦、电啦都涨，要涨，或大力的涨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国民党立委都涨了，那个罗水莲涨的。台电必要一大堆，南电北输的六输、嗯，他们都是不办，什么都是他底下那些官员哦，这个马屁精，嗯，听了看了都恶心。还有 T 台这些一些哦，一些必然都不讲的，马英九施政无能啊，嗯、无能到极点，通通都不讲的，嗯，他、啊、只有讲那些什么小一些小小屁的事情啊，嗯，这个看了、哦、还是你们他们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嘴啊。我看他们都那些都是烂嘴，你们这些才真正有良心的台湾的有良心的名嘴。好，邱先生多谢吼。非常有影呢，台北市长会算欠偌济健保费，像这会使弹劾的呢？嗯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法律啦，怕输，宪法修宪啦，输，含立法院预算中心嘛，公职违法，结果伊嘛无作为，阁要去搁你个婆吼。来，中立的吴先生，吴先生你好，吴先生，你好，吴先生你好。洪英兄你好，嗨你好嘿，哎、我今天很高兴电话给我打进去了，嘿嘿，那个台上来宾大家好，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哦，可能比较跟大家想法比较不一样，嗯嗯嗯，我们今天的总统啊，马英九啊，嗯，他把他今天害了多少人啊，嗯，最近有一个新闻啊，那个叶少爷啊，嗯，他因为酒醉。撞了人啊，结果他妈妈在跪着跟大家大众道歉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以下讲的话也不是不礼貌，你不要把我电话挂掉。嗯，那个不是有那个有秦太夫人吗？他不是应该出面来跟社会全国人民道歉吗？嗯嗯嗯嗯，他今天他生出这样的一个儿子，他难道没有半点责任吗？嗯，嗯哼，今天多少人因为马英九。去亲生，现在还要是什么卖木炭的，还要什么藏起来卖？嗯，我听过好几次有人科研经济讲，他们那个上面那个脑袋是真的是装什么的？嗯嗯嗯，要自杀真的要木炭吗？嗯，我就觉得就是说今天那个周美金啊，嗯，还有秦后修，他不用出来说清楚吗？嗯。他今天一个丈夫一个儿子，搞得我们国家这样乌烟瘴气。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像国家吗？大家生活那么的苦，
我真的是不知道谢谢大家。好，来高雄啊，郑先生，郑先生，郑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郑先生，你好。我本来无咧看你的新闻啦，吼，你的谈话新闻啦。是是是。但是哦，即摆我有看你的啦。嗯。我首先要甲恁恭喜民进党者，后届总统选举吼，倒咧选个对。拢唔免烦恼，吼、哦，这可能伫外口会民意啦，吼、嗯哦，先甲你恭喜者，吼、哦嗯，你主持会成功，民进党开始要成功啊，吼、嗯哦，谢谢，拜拜。郑先生多谢，上面两座总统啊，不是我的追求，而是说台湾百姓只要若卖过艰苦的日子，民主、自由、人权过会丢，这个事情最重要。国家主权跟尊严，哈。来，台南的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沈先生，喂，你好，沈先生，你好，沈先生，你好，嗨，喂，洪怡，嗨，你好，嗨，现场的议员跟委员、来宾，大家好，嗨，你好，嗨，沈先生，请说，嗨，我有四点疑问，哈，嗨，想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相信现场的那个议员跟委员哦，之前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哦。嗯、第一点哦，那个关于国民党哦、嗯，他们的党产哦，交给那个中央投薪之后，他们介入很多公共工程哦。嗯、这个地方哦，他们回馈回来的一年的股利都将近20几亿哈、哦嗯。这个方面哦，我相信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哦。嗯、那第二点哦。我们知道那个中油跟台电哦，之前跟那个他们有共同投资一个某个社团，哦，他们的某个社团又相对的投资一些工程，他们的工程事业，嗯，好，那相对他底下这些工程事业的利益都赚了很多，嗯，嗯好，然后相信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查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那个现在那个台电董事长已经下去了嘛，哈、哦，换那个经济部长那个副部长黄忠球上来哦，对，然后他是不是有领双薪的问题？嗯哼，啊、哦，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啊，哈、哦嗯，再来就是马英九他在当总统的时候，好、哦，他还兼副党主席，嗯、那是不是他当党主席的时候还有肩负领党主席的薪水、嗯、这一部分我希望大家都能讨论一下。 好就这样，沈先生，谢谢。我相信啊，黄仲球应该不敢领双薪啊，国家制度也不可能让他这样。至于马英九要领国民党党主席的薪水，那我们没办法，因为他是私人的嘛。来，嘉义的王先生，王先生你好。王先生大家好。嘿，你好王先生，你好，你好王先生，你好。对马先生不要有期待、嗯、如果有期待就是请他赶快下台、嗯、哼哼。第二个林立伟有一涨涨三块跌一角两角、嗯、可以再帮我们追一下吗、嗯、哼哼，再掌控一下这个物价，很多人都涨了，涨上去回不下来、嗯、哼哼，现在就是这个物价会涨，但是消费紧缩，这个很恐怖、嗯、哼哼哼。好，谢谢、哦、好王先生，谢谢，拜拜。新庄黄先生，黄先生，黄先生，哎、欸，你好、哦！你好，黄先生。大哥，啊，台中市委大家好哈、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两点啊贡献啦，大家讨论啦。哎，俺了讲中医的吼、哦，689万人哈、哦。嗯哼。啊了，真是人数所的嘛，反正大人嘛。嗯。啊嘛，个中医，对不？哦，该可以的，咱速度有可以啊，来算的嘛。嗯哼哼哼。俺讲尊重。哦，啊啦，刘玉如这个部分，我感觉讲哦，这是大家恁拢想唔到伊啦。嗯，应该是刘做一个防火墙啦。嗯，不是他不愿意把它撤掉。嗯，老这个太简单。嗯，发生代志歹势是倒头前，敢干事嘛。嗯嗯嗯嗯嗯，有代志你迄落啊，跟我无关系啊。嗯嗯嗯嗯，到时再换条道。是是哦，啊，第三个是这个，安今嘛这个陈冲这个院长是咪讲，讲是叫做富人经济嘞？嗯，这个是这个赋税经济啦，油钱也起啦，各行也起啦，税也要起啦，啊，我嘛帮帮忙嘞，
王先生，谢谢。来，高雄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张先。喂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张先生。各位好。是。我们帮马英九又找到了新头路啦。嗯。但是现在很多人是走投无路啊。嗯哼哼。哦，大家可能都在喝西北风啦，他是马尔东风啦。是。哦，他穿着他的那个补了又补了运动鞋去跑步。嗯。那可能很多人是穿着开口的鞋子去跑路，但是却笑不出来了。嗯，实际上哦，大家炮声隆隆，对他来讲啊，就好像那个汉光演习的那个炮那个音效一样啦，实在是没有用啦。他对人民是无感的啦。嗯哼，那人民真的只有干啦，干活啦。嗯哼，哦，大家都努力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多谢。来，台中黄先生，黄先生，黄先。哦，黄宇先生好哈。你好，嘿。还有现场的这些来宾大家好。嗯哼。哎，这马英九的幕僚团队哈，嗯哼，是一群哈无经过训练的导盲犬呐。嗯哼。哦。啊，这顶拉布拉多哈，诶，主人是一个哈。哦，超级巨星啦，马龙白兰度，哦，伊这是龙子的龙哦，嘿，伊这是摸黑执政啦，哈，啊，祸国殃民啦，哦，华人最后的共产党执政集团啦，伊无咧听人民的声音啦，哦，即马就是要落解咱的人民啦，解咱的钱，哦。这油甲电所有拢去，甲咱的钱拢甲摕出来落解，嗯，哦，互遐财团去好康，啊，咱咧艰苦，嗯，嘿，是，好，黄先生多谢。基隆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各位大家好哈，你好，张先生，我认为哈，台湾现在所有的经济问题啊，只有一个，嗯，那个就是外劳政策，嗯哼哼哼。我想哈，如果各位有跑记者的哈，你可以到台湾的前十大企业哈，他们的工厂的门口去看一看，下班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子。嗯，我举个例子好了哈，台湾最大的一个集团哈，你现在工厂看下班的时候哈，他的工厂有三千个就是工人了哈，下班是两千个外劳出来。嗯嗯嗯。那外劳呢，当初政策是怎么定的？哦，现在在中南部这些劳工啊，他找个苦力的工作都找不到。嗯，这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所在。其他都是劳工有薪水可以赚，大家可以花钱。嗯，这经济自然就活络，跟其他那些到外面扣税什么那个哈，哦，那个都是缓不济急啦。嗯嗯。哦，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大陆政策。嗯。哦。那大陆政策哦，我本来是有，就是说鼓励，如果像国民党这一边哈，嗯，他们的大陆政策，我是跟他呼吁是说，他是欢迎陆资来投资设厂，啊，哦，或是外资，嗯，现在不是，最近为什么房地产炒这么高？嗯，哦，他们是来这边炒楼炒房，嗯。这已经哦违背那个大陆政策原来的美意。嗯嗯嗯。第三点就是都市更新哦，这是个非常恶的恶法。嗯。为什么恶法哈？你如果说可以拿笔记一下哈，我给你个数字哈，为什么是恶法？这绝对不能通的啦。哦，那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阴谋？哦，谁提出来的？这个人头脑是非常好的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比不上他。嗯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哦。今天呢，啊，你如果是一个台北市二十年的房子，不要在精华地段，一个公寓，三十坪，哦，你可以卖到1200万，1200万三十坪。嗯，你今天都市更新的时候盖的是一栋大楼。嗯，他给你换是几坪？45坪给你。嗯，你35坪变45坪的新大楼哦。可是怎样？你要去做房贷啊，你必须要背1000万的贷银行贷款。嗯，你那时候已经50岁了。你怎么还？嗯哼，好，这个数字应该听得清楚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，先休息进广告。